帮我叫一下高道宇好吗？高道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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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什么狗吧？你是不是认不到了？我是妈呀！你打电话给我啦！我给你吃的。妈，哎，如果你说不得的电话，可就这样子。我再带着你去买哈，要不？一会儿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，要不？我今天带你去给你买好多好多东西，要不？我妈妈她去给老妹买，好。那不好啊，燕儿，你出去了哈。我有个想法，我想下午10点过点，我想带着你去看我的那个娃娃儿，你要得吧？不想去啊？你也不去看爷爷的啊？你也不去看爷爷的看看？我就是喊你过来一路去啊。你也不去看？啥子叫我也不去看？哦，跟我没得关系了，不看了。那要得嘛。嗯，好啊，你先睡，我这儿在这边吃点饭。嗯，帮我看过那个电话手表，电话手表。你教我哪个用噶？你有卡没得嘛？没得，哎不，我给他办张卡嘛。现在开不了我电脑。啥子？哦，这个呀，来嘛，来。你给我买电话啊？有没得电话手表？电话手表啊？他们这边给你开不着电话卡，我在网上给你买寄回来，要吧？果冻，他喜欢啊？
头发都没剪呢。啊？我们还没带我去剪。还没带，先回去。来，对，头。好吃呗？好吃啊？都长龙骨干了，买两盒又搞忘记了。没事，我在网上全部给你买好，喊你奶奶去给你拿。你还得四个奖状啊？五个了。五个了？你还有少些都也吃好呀？没有。没有，我们再努力哈，要吧？你喊我喊啥子？妈。妈。来嘛，在这放气给我看。还能气转圈圈啊？气不走，我没得我丫儿能干。妈妈只会开大车，嘿，你要看妈妈开大车吧？这个大不大？大哈？大不大？一、好多个轮胎？五个。五个轮胎啊？不止五个。总共是六个轮胎，六个。保险就是安逸。好香啊！再吃一个嘛。哎呀！哎，包的好紧哦。妈妈以后会经常回来看的，要不？一会儿妈妈还回去上班，还给你赚钱钱，还供你读大学。妈尽最大努力来帮你。我亏欠了太多了，我有能力把他生下来，我却没得能力把他养大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，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，我觉得我欠了太多了。跟你刚认识之前，我跟你说过有小孩，你当时跟我说的，你的以前我不介意，你的未来我介意。但是你不能偷偷的给啊，你干嘛偷偷的给呢？我就给他买了个自行车200块钱，至于吗？我跟你认识到现在，我有偷偷给他拿钱吗？买车之前你给我商量了吗？给我说了吗？那我请问一下，我给我妈转钱，我跟你商量了，你让了吗？你如果要这样子来讲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说那句话？你为什么当初说哦，我不介意你有小孩？哦，我给他买点东西正常的，这是一个作为母亲该做的。说不说是你的问题，同不同意是我的事，对吧？那你要去做他母亲，你就去做吧。
我说过我不建议他的过去，只是我不希望把他的过去带入我们以后的生活，因为我家里面也是农村的嘛，小时候家里也很穷，也被别人瞧不起过。上一辈的人和我们这辈思想不一样，不能承受养别人的孩子。我不希望我的家庭来承受这些闲言碎语。其实我是不建议的，我真的不建议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也能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头，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。我儿子，我一定是要跟他最好的。我陪不到他童年，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。我想通过我自己，让我喜欢的人过上很开心的生活。不管是说我以前我父母哪个对我，我想办法把他接出来。女性必须要经济独立，我要个人靠我个人买车买房。我不会靠任何人。